走。这个是给你的。你整晚都在这儿吗？什么事啊？说吧。是不是菊若跟你联系过？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没有半点对不起他，可现在我被弄得很难看，家里人都气死了。哎，燕山，你说我算不算是个好男人？是不是要菊若说了算？因为是他要嫁给你。他没说，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？几年走下来了，没想到临了会出问题。有时候我觉得这不是我认识的菊若了。我也有同感。也许是他在慢慢成长，而我们没有跟上他的速度。菊若一向是个循规蹈矩的人，这次失踪这么久，连个电话也没有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也想过啊，书上不是说一般的女人啊，她在结婚前都会有婚前恐惧症的。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差不多吧。女人真的烦，她总得想想这个男人是不是能够养活我，是不是能够对我好。我跟他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他那么好，我最知道他喜欢吃什么，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。就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对他够可以了吧？婚期马上就到了，我还是没有取消，只是把他给推迟了。要是别的男人啊，肯定不会原谅他。菊若也太糊涂了。我看你才很糊涂。怎么就没有一个男人能聪明点？哎，小杨，哎，上次拍婚纱照的那个模特叫什么？有个广告商要找他。哦，叫小丽。那你赶快打个电话跟他联系。我试试看嘛。即使在这样急速的刺激下，我还是找不到曾经有过的激情。我开始越来越害怕这可怕的变化，我拼命地想维持，直到使自己处于不安与猜疑之中。你在哪？虽然爱情失而复得，但却好像被人调换过了，看上去有些陌生。我害怕，越来越害怕，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未知的东西在等待着我，而我的力量去哪儿了呢？婷姐，图片出来了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孙先生，有你邮件。那给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以后不要送我白玫瑰，我不喜欢白玫瑰，你忘了？哎，到了，你先下车吧，我停车。好。今天到了一瓶新酒，你可以帮我来试试。好。
喂。等一下打给你。你好。你好。好久不见了。你还好吗？还好。你呢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？他跟你说我们俩在泰国的事儿了吗？那段日子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。我们两个一起吃饭，一起游泳。虽然他也总是沉默寡言，也不像以前对我那样，但是只要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感到很幸福。可是这种快乐一转眼就没有了，就像一个梦，梦醒了，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。你为什么对我那么残忍？不，我们并不想这样。你施舍一点快乐给我，然后马上就收回去，就像一样东西漂浮在空中，上上下下，你是不是感觉很漂浮？你喜欢我送的花吗？那花，那花是我送的，白色的玫瑰，你喜欢吗？谢谢。白色，凋落的颜色，没有希望的颜色，死亡的颜色。我不太懂你说的意思。你不是很聪明吗？不然齐伟也不会因为你抛弃了我。他没有抛弃你，你们早就分手了。那是因为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毁了我的一切。什么？你是个巫婆，你是个巫婆。小丽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Michael，把电话放下，我来解决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你的手流血了，是谁？是谁弄伤你的？我没事的，我没事的。我跟你回家好不好？我送你回去。你真的送我回去？就像我们以前一样？就像以前一样。去吧。没事吧？酒呢？我想喝杯酒。我去拿酒。
大夫怎么样了？伤口已经没有问题了。那我们可以走了吗？你是他亲属吗？朋友。他从前有过这样过激的行为吗？他们家里有精神病史吗？什么？你了解吗？不。他得留下来，需要转到精神科做全面的精神检查。什么？佳琴，可以进来吗？当然，来。走了一天，有点累了，刚好路过这儿，就想上来坐坐，方便吗？当然方便，想喝点什么？咖啡吧。好。咖啡。你要给他找了个伴儿。是啊，这样他就不会太孤独了。是啊，无论什么都忍受不了孤独。杨璇，你有过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吗？在你离开我以后，我变得一切都不确定。爱情、事业，所有的一切。后来，有一个朋友帮我走出了这个阴影。你问这个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人生本来就是这样。如果你要知道了他的结局，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也许不停的改变才是面临绝境的唯一方式吧。那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你胳膊怎么办？擦伤了。擦伤的？怎么会这么严重啊？不管是怎么伤，还不一样都是受伤。小心，怎么了？佳慧说过，我就像个飞蛾，总是要去扑火。可现在，我已经快被火吞没。好了好了，
情况怎么会这么严重了呢？病人呢，在受到刺激以后，病情就会发作或者恶化，这是我们检查的初步结果。我们建议病人应该去精神病疗养院。一定要吗？这只是我们的建议，不过在那里，病人可以接受系统的检查和治疗，对病人有好处，也免除病人再次受到外界的刺激。 你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，如果同意的话，就来办转院手续。好，谢谢大夫。不客气。是我，小丽可能要去疗养院了。什么？她的神经有点问题。 严重吗？不是很严重，但是不能受刺激。我能做些什么？医生说，他需要一段时间来休养。要多久？不知道。我明白了。你不用管我，好好照顾他吧。 你想怎么样？你的伤好了吗？好多了。伤口总是会愈合的，倒是感情的伤口，想要愈合，就不那么容易。 我曾经以为，爱情是灿烂的烟火。可如果爱情是灿烂的烟火，扫之于尽之后，剩下的只有加倍的空虚。 你什么都不想说吗？对不起。你已经很习惯说对不起了，这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。我也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。 这段时间，我好像一直在看一出总是反复一个情节的电影，我已经快忍受不下去了，我也演得筋疲力竭，无能为力。 我明白，其实我是有很多话想跟你说的。 但是我现在知道，说什么对你都没意义了。我现在终于喝到自己酿的酒了，只不过是很苦，可我还是有责任要喝下去。可我已经无力。 再陪你一起喝下去。我还有一句话想说。 你对我来说是唯一的，真的。虽然我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，可是即使是回忆，也是最美丽的。
会用我这一辈子时间去珍藏的。这也许就是那种不会失去的永恒吧。过去对于现在的影响力是可大可小的，就看你如何在现在去处理过去。从前我采取的方式是不处理，我逃避，以为过去会自己过去。我曾经以为找到一个女人就像找到一颗解除白冰的药丸一样，吃了就好了。其实世界上如果有这样的药丸，一定也会有副作用。今儿有什么好吃的？我还真有点饿了。没有了。刚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说过我回家吃饭的呀。可惜你已经回来的太晚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你明白。佳慧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去找那个女人吗？啊，她没你漂亮，也没你高贵。可是她是个人，能够让我得到温暖的女人。而你呢？你以为你漂亮是不是？像你这种女人，只能说中看不中用。干什么？给我！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我就像一只被养在金丝笼里的那只鸟，一直渴望飞出来，可一旦飞出来了，我又不知道该去哪儿。我不能回家，爸爸妈妈一定会看到我脸上的伤和我狼狈的样子。我不能找佳琴，我怕他摔在我身上那同情的目光。我该怎么办？小心点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想在你这儿住几天，睡沙发就行了，不打扰你吧。没关系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你千万不可以告诉我父母。
喂，佳琴，是我。你姐刚从家跑出来，现在在我这儿。师傅，麻烦你掉头。佳慧呢？家里的一切我是那么的熟悉，我舍不得离开我一手营造的那个家。电话一响，朋友一来，我又戴上面具，开始扮演起我熟悉的那个角色。其实郑铮就是抓住了你这一点。没想到我一直维持的完美女人，其实是把她从我身边推开了。我不想改变，可没想到一次的变化竟然是让我这么痛不欲生。我现在才知道我做人竟然是这样的失败。来，吃点蛋糕，刚烤的，吃一些吧，心情会好一些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是郑中，别怕，有我们在，他不会怎么样的。要不你们先回避一下，我去看看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住在他家的对面。你们认识？当然了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，他也在我工作的大厦里上班。啊，我去倒杯茶。这世界真是小啊，想不到你们居然是邻居。佳琴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姐姐佳慧。这是菊若。你好。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有事情先谈吧，我先进去了啊。你们怎么？他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过的，是我以前的男朋友。你
是他以前的女朋友。可是他以前的女朋友不是医生吗？你可能弄错了，他现在的女朋友才是个医生。他现在的女朋友？来，过来喝茶。我先走了。干嘛这么着急啊？我有点累了。那我送你吧。你不用送我了。那也好，那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聊。我有好多话要问你呢。等有时间再说吧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怪怪的。没什么，我走你怎么来了？亏你还问得出，我每两三天就到你这来一次，坐在门口等你。你倒好，连个电话都不打给我。对不起。万幸没有取消婚礼，只是推迟了。你不知道我家里人把我骂得有多惨啊！哎，你到底上哪去了？你不知道所有人都很担心你啊。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就好。嗯。你不骂我？我当然想骂，而且想了很久了。可以看到你，我要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。谢谢你，彭远。没事了。佳琪，车钥匙给你，我再上去拿点东西。
早。打扰你睡觉了吧？对不起，我是怕你再次失踪，所以过来提醒你，一定要等我回来，我还有话要问你呢。你也有话要跟我说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情况。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，好吗？好，那你先去睡觉吧。一定要等我回来啊。在突然的冲动过后，病人会安静下来，但这是最令人担心的。那他会再次发作吗？病人最安静的时候，也是医生最该警惕的时候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只能依靠仪器来判断他的生理条件，很难猜测到他在想什么，他的病情是如何在发展的。那需要我做点什么吗？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吧。你能给病人很大的鼓励，病人是心因性精神分裂，原因是他对于感情的偏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我让他变成这样的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但是为了病人能尽快的痊愈，医院需要你的配合。能痊愈吗？有这种可能性。那要多长时间？那要看情况了。也就是说，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是吗？可以这么说。明白了。你来啦！好香啊！你干嘛？你害怕吗？没有。你像一根柱子。其实我知道，你是一个长了翅膀的大象。你什么时候带我从这儿飞出去呀？翅膀长出来了，我就带你飞出去。好吧。你好，你好。要不一块儿去喝一杯算了。